转移太久了。OK， 那个好的位置就被占住了，知道吧？行，明白，收到。对。哎。哎呀，很烦。很烦。很烦。人太多了。人太多了，人太多了。这个就没什么操作空间了，这种没有操作空间。对，要想有操作空间的话，我们要转移的更早一点。行 ，OK。我们那把转移的太晚了，这把再来，这把再来。嗯。头上佛，地下鬼，头上佛，地下鬼，什么东西啊？啊啊！刚才不是头上一个吗？地下的，地下也有吗？嗯。哎呀，拿瓶水，等一下。是有点难，这个鸡他妈的是没有那么好吃，兄弟们。小南，好吧，小南，这把怎么说？我来看看。哎，指挥官，要不要跳个这个地方？希尔多。防空洞，很舒服。信不信一波？要不要搞一下？太穷了。不穷不穷，你不是比较接近吗？比较接近这把就机场。这个好，这个太。我们赌一把海岛拳，怎么说？就机场。行好 ，OK， 搞一把。而且也比较偏你比较激进的打法。好，行。好吧。行。让你的冲锋枪提供更多的近身作战的机会，能够展示你的技艺。可以。OK。怎么说？跳。这边好像有人抢 K， 有人抢，而且好像比我们快，我不确定能不能抢过。我跳黄塔。我跳黄塔了，我也跳黄塔了。OK。我也黄塔了。黄塔没人吧？哎，有人。塔有人吗？有人。就在你对面啊。我对面。就是你从你那边上去的，塔顶上吗？在，不是爬上去的呀，就在你你等会会碰到他，我不敢过去出去了，怎么办？指挥官，我先开个车接你，在我对面还是怎么说？就是你对面，对，你等会会，我帮你观察一下，他，哎，没人吗？哎，不对啊，嗯，哎，对，就对面。搞不搞定？可以。溜不溜，指挥官？这里有辆车，我来接你了。指挥官要先打药。先打药 ，OK。车就在脚底下。是把这边杀了还是？走吧，我打点药。OK。我来把他枪拿了。我帮你飞下来吧。OK。来，上车。来地上 OK。 啊，就这个东西啊。对，走快，他妈的我们太穷了。走了吗？机场不杀了吗？杀 OK。 进来收，我没什么近战能力的，主要靠你啊。OK。
交给我。这里好像没有人吧？这种都没有，先搜先搜，先武装一下自己。要他妈找把长枪，刺猬给你一个，地上。OK。继续捡，在这是在这。来，扩容丢一个地上。好东西，太穷了呀！妈的，换一个，换个楼。楼顶这里应该有吧？山上来人了，山上来人了，大厂 K A 那边有一队，山上来人了。OK， 要不要先杀一波呀？我找把枪先回去。哎，好东西，来来来。来你拿，你拿，你拿，你拿。走去中楼，中楼，中楼，中间那栋楼，走走走。嗯？嗯？后面。身后，身后，身后，山上。在什么位置？哦，看到了。山上。哎，怎么看不到人呢？你溜了吗？你看到人了吗？我没有看到。什么位置？哎，他在什么方位啊？哎。哦，我动不了了，出不去，完了。他倒了，我帮你救了。OK OK， 他没人了吧？哦，还有一个，在树后面，在树后面，你好像不好救。在树后面，对对对，就在这树后面。树后面那个倒了。不，刚跑过去一个，他在拉。有药吗？饮料什么的。你先下楼，你别在这上面，你快点 okay, 下楼。Okay.我血量太少了，你先下来，我这个跑不了，一枪死了呀！啊你哦，你还是得跳下来，不然你怎么都是死。OK， 我把药吃了再跳。不理他们，等他们进来攻。OK。他还在守我。你这个位置会不会拉枪线的？你赶紧跑。OK。好，跑掉了，跑掉了。他们要攻过来了。跑掉了，跑掉了。有没有饮料？啊？饮料什么的，搞一瓶。来，地上，这里止痛药给你丢一瓶。啊。哎呀，老子没有长枪，妈的！楼上没收吧？不能去楼上了，不能去楼上了，懂吗？哦，不是，我说这个屋的楼上。别去楼上了，别去楼上，直接去一号楼来了了。哦。是在楼里搜了，别去楼上了。咋双狙了？这把？这双狙太垃圾了呀！想来个762呀，我是你哥。要收圈了，好难受。有点穷啊。我需要一个 M762， 你看有没有那个枪或者什么步枪。有一个大盘机。大盘机要不要？不太行。
好了好了好。这里有个 DBS， 有个 mini。啊，有了有了有了。有了吗？走吗？走不走？哦，那我换个枪，换个。这个你不用吗？那给你个快货啊，你好，可以好，大号给我可以，我给你个快货记上。OK。然后再四倍还要吗？四倍不用不用不用。五七六二子弹给你一点。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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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四倍就一个在地上，走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OK, okay.。上路不见了。走吧。他们有可能攻进来了，我们去找个车，走走走，跟我来，跟我来。OK， 在我背后帮我补枪。OK， 有人有人，他队友在哪？看到了，装子弹，装子弹，死了吗？操，好阴啊！死了吗？阴的死了死了。OK OK， 配合的不错。我他妈听到是说听到什么脚步声，我操，好阴啊！太他妈阴了，我操！这是火力压制，火力压制，这个叫。不要不要。就是应该山上那两个老兵来阴我们的。对。毒来了。对对对，找车找车找车，快点，没什么药的这种。你药品如何？没有，零。那快快快快快快。OK。甩手法的怎么了？嗯。哎，有车有车，快快快快快快。来来来来。来了。来了来了。来，地上给你丢个绷带，你路上缠绷带自己。捡捡到了吗？OK。好，走。好，好，好 ，OK。这把枪倒是可以，但是补给有点少。哎，你这个在干嘛？这个桥过不去啊，我操，会有人守吗？必有人卡我们300%。那要不要走水路？还是走水路呀，走水路，水路看看船。你不桥下有没有船？嗯，哎呦，也没事，你强风的，我等会打个大炮。要不要桥上看看啊？先看有没有船吧。没有船，算了算了。怎么搞？直接过吧，直接过，直接过，把药挡满，把药挡满。这怎么过？就开车。小样有没有？小样有没有？没有，有人。对面人，对面人。对面桥上有，对面桥上桥头有。桥头。被打了。走走走走走。OK。上车。上车上车。这船这桥过不去，他妈只能找船。过不去。确定有两个老兵在那。要不要划过去？只能找船。来，再给你再开一个，再开一个，快快去找船。Okay, okay. 先找船。我回去找，你去右边 N 岗里面找船，你知道吗 ？N 岗里面。N 岗里面。对，就是这，我给你标线，这一条线，这一条线，这条黄线。你去黄线找船，我去这边找船。我去黄线找船。
N 杠里面很容易进船。N 杠里面，不是不是，你开反的。N 杠里面，里面 N 杠里面，里面。黄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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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黄线。OK。不会有人吧？空投。哦，你怎么杀人啊？还杀两个？妈，这什么菜鸡？我操！电脑人，这个逼是个。哎，找到了。啊，来来，看上来接我，快快快快快！来来来。马张道啊！那我先水了。OK。你开到桥下来，然后把船交给我。我其实也可以水过去， okay. 我也可以水过去。怎么说？都可以。你要接吗？我还是来接你吧，快一点。那你可以来接我，可以来接我。他们有在打你吗？没有。好，要不要杀船头这队？算了算了，不太好杀。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。快快快！毒里面，快快快！我这我上不来。哎呀，这都能打到啊！你死了！哇，这都能把我爆头！对，有个逼在卡你。真没办法。救还救不了。哦哦哦，就这个人，就这个人。救不了你了。救不了。走到了吗？嗯，看你呗。哎呀，没事，这个人小。他要被毒死。不过他枪法好准啊，为什么直接就打到我头了？我还有那么多血，这波肯定是要等老朴上船的呀，对吧？我血那么多，但我被爆了。他这个枪法有点准。这是我笨吗？这跟我这个怎么就笨了呢？这怎么就笨了呢？妈的，这个楼里还有人吗？玩不玩呀，哥们儿？一直在打。甲也给我抽坏了，我操！海底捞，这个捞不上来，这个死的太快了，这溺水死好快啊！药也没有，老子好惨，技能。GG，你杀了几个了呀？杀了五个。我觉得你这把吃鸡好像有点难呀。没药，主要是没药没甲，我这他妈在城里搜一下。我那个身上有个三级甲。哎，空投？有前面有人，我看到了。有说法？没有没有，现在需要一个甲。要不要去把它舔了呀？前面这个小房区有个人，我看到了，有小厕所。刚舔完空投走的应该是。这空投应该，你去把它干掉。不太好干啊，装备太差了。对面那个小厕所有一个人。小厕所。对，听到了。还有一辆车。他们在抽别人。一个两个。打闪了。他们那个位置看不到后身，我有点想去把他们抽了。有烟幕，有烟幕。对，我去把他们抽了，我去把他们抽了。这把想飞的话，要把他。啊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赢一波，赢一波。对对对，他们没有看到我，他们没有看到我。你不能跳。完了。我操！这个。哎呀，菜呀，裂开！哇，好难吃鸡啊，金龙。可能是我有点没什么贡献。
有贡献，还可以，好吧，这把有贡献，还可以，这把挡了一波子弹的，挡了波子弹，对，嗯，哇，他妈的两个位置的人在看我，那个位置太性感了，妈的一空图都不能待，我们换个图，这个图不太好吃，哎呀，算了，进了。怎么到？现在我们今天是十点钟有活动是吧？对，十点。十点钟之前带你吃两盘，好吧？吃两盘街？对。怎么说？不可能呀，吃一把就我就觉得已经。你知道我前段时间有个外号，你觉得我还可以吧？我这几把打下来，虽然可以，我们没吃到鸡，但是他妈一般都能杀，对吧？对，很强。我前两天的外号叫知道叫什么吗？啊，叫什么？叫牛骨头。为什么叫牛骨头？牛骨头。哦，牛骨头。对，因为我就打那种高端局，知道吧？带跟那些职业选手打。啊，然后他们就把人打倒，我去补人头就加分。哦，对，所以外号叫牛骨头。啊，我你想不想体验一下我的捕快？可以，我来补，你杀好吧？可以，我来补。能吃一把就不错了啊。刘嘉玲为什么会这个 ID？ 是因为。我那天2999分，差他妈一分钻石，然后打了一把加零分，这他妈叫刘嘉玲。怎么说？我喜欢挑这个地方，要不要挑一把？好吧。啊，好，挑一把，挑一把。啊，要飞那么远，就飞个穷的地方，我裂开。穷吗？哎，我。感谢 CWRU 的学生的飞机，这个地方不穷，你看一看嘛。讲道理，学友们，我现在枪法绝对可以的。我主要是那些，那个就是一些身法和一些透气怎么选点不太行。哎，怎么这？讲道理可以的，好吧？我的 M762不准吗？感觉好像有人飞过去。哎，感觉有狙击手，一直看到这个伞。感觉有狙击手，他们已经去了。枪法确实还可以啊，我的用气量挺准的。我糊了糊了，拿我走，我糊了糊了糊了，拿了什么？拿了什么东西你就糊了？二级套，三级包。这里面二级头要吗？要。宁愿，来，这里面小房间里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何去何从？那个防空洞，我感觉好像有人去了，算了吧。不去了吗？对，而且我感觉像是狙击手。那接下来我们怎么走？马上不走。接下来的话，我觉得，哎呀，这把有点难，去 M 城吧。就杀一把。去。对。Okay. 这把。圈在中间，哦，在机场，我们可能得找一个船。别，你想干嘛？是不是要500？来，你想好没有？你想好没有？你先想好没有？我问你，你先别开枪，你想好没有？你想好没有？
啊，我想好。啊，你想好没有？那我们得倒数。我想好。啊哈哈。我有这个东西不怕的呀。我也有呀。啊，你也有吗？哈哈。二级包，啊，不妈要的陷有。阱也捡一个，我操，等会儿去恶心他们。那个陷阱扎不了人吧？扎不了人，可以把车子拆开给他们扎爆。那没什么用啊，这桥这上里面面有有，人。这里面不是说有人吗？有，这个别我忘不记太了。确定，要不要偷袭一下什么的？去 M 区哎，吧，有对呀。车，哎，来守可以守一波。讲道理，他们车就停在那个地方。啊？好，但那我觉得守应一该波。像是狙击手，他们可能知道我们在，那甚至把在车听。给车哎，给他们偷了就跑嘛。哎，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不是偷他们车吗？啊，哦哦，啊，不是，理解错误，理解错误，搞错了，搞错了，啊，搞错了，搞错了，我以为把他车打炸了跑。那走吧，跑吧。对，理解错误，理解错误，我的。600，600。啊，太他妈精彩了呀，金哥，太他妈搞精错了，彩搞错了，我以为意思是把那车打了就跑，让他们出来捡个车，然后一个 surprise，坏的，我以为是这个意思。太精彩了呀，宝贝！搞错了，搞错了。有车，右后方，右边小空，我再应该看。是那个花里胡哨的那个伞的，哎，这边被人收了。哎，好穷啊！那这边对被啊，人收了。收过了，走吧。哎呀，我操！哎，这玩意可能会瓦呀！M 城在打架，马自达的路线，我跟你说，你以后你改变一下自己游戏的作战思路。作战思路，就我他这妈个，你把把这么穷嘿的装嘿嘿，备，你打什么游戏啊？你选的路线把把他妈太穷了呀！这他妈怎么打得过别人呀？这个思路有点问题，对，要调整一下，调整一下，对，调整一下，调整。飞得又远又他妈穷。耶、yeah，这个可以搜一下，可以搜一下。哈哈，哎呀，太凶了，这一个弹片夹，受不了，受不了。这是二级头。有了有了，留吧留吧留不了，我们得去 M 城杀一波，真的，不然这把飞不了，偷袭一波吧，做一波老六吧，好吧。嗯，走。我觉得这个地方肯定有人，哎，那个车怎么？有车有车，准备扫，准备扫，准备扫。真的真的真的。一枪！他妈的，我操！一直站着。应该就是刚才那个。这个 M 城里面要肯定会有人吧？你没放，有你因为收过了，这没放，只能收太穷了。嗯，硬收。这二级甲，二级甲。哎，没收过。可以，可以。小心那两个人摸回来杀我们。没办法了，这妈的子弹也没有，啥也没有，你妈烂命一条！你妈的，这个游戏都不想耍，知道吗？没事呀，这个游戏靠的是枪法呀，对吧？啊，六没子弹，你来枪法，你来。子弹肯定是有的嘛，杀人的子弹是肯定有的嘛，杀不杀得掉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你看这多肥，这个地方，舒服。这不就起了吗？
我已经起了啊，我已经起了。你破了窗吧？来了，杀回来了。来，这边路上可以打。啊，好像走了，好像走了。有辆车开过来了，飞机可以打。等，咱们先 OK 开出来，咱们开出来，OK 等他们开过来，然后准备扫。OK 我操！我。哎呀，我没子弹了，你怎么死的呀，老子？哎呀！我少了一个没子弹了，你怎么说？没事没事，哇，你这个你是怎么死的？啊？你是怎么死的？被他碾死了。哎呦，太晚了呀！这个位置没办法，我那样扫啊，那个地方扫没办法。我如果贴着墙，我又怕扫到你，所以我退后退的比较远，他有角度撞我。来人了！哎，我看的不是，哎，你呢？我在呀。你在干嘛？我在外面，我在游戏等你呀。啊？你死了？哦。我死了呀。啊啊啊啊啊！没事没事。啊，你没死吗？我死了。啊，那对的呀。对的。搞错了，你在搞什么呀？我看一个人在打我，我看一个人在打我，以为是你。我跟你说，我以为是你，我说来人了。哎，开始。被撞死了。好像有点难，马上有活动了啊，刘捕头啊，马上要活动了，我们10点好像吃不到了。10点没有，你妈给我们两个双排吃个屁股的鸡啊吃。对啊，我想叫两个捕快，他妈的捕快在打比赛。吃不到鸡没吃，能伤人就行，对吧？你刚刚打了我几枪？我打你？对，我什么时候打你了？ OK， 我不是为了怕打到你的话，我怎么可能被他撞死呢？我怕打到你了，知道吧？我退的比较靠后，他就有角度了，不然他怎么可能有角度？是你的善良伤害了你。对，我怕他打的误伤到你。你的善良破开了你的防御。是的。他妈的，这把怎么说？要不要再跳一下这个地方？没，刚才没跳到。太远了，在这里吗？啊，随便你，哎，跳吗？我觉得这个地方好玩儿，真的，这地方好玩儿，而且你要跳这个洞口啊，跳这个洞口，好吧？二号洞口。对，这个地方非常有作战乐趣，一旦有人的话。真的啊，好，对，他就在这个就一个小箱子，他跑不了，就必中，你知道吧？啊，这样的话会显得我枪法很准。哎，你都跳了吗？这是个好地方的呀，我觉得应该是有人的啊，这必须得跳了洞口，有一个，应该是有一对，有，在我屁股后面，他们敢进来是必死的，这个地方只要来晚一步就得死。他们已经来晚了是吧？来晚了，但是可能会守我们，你懂吗？不敢来了。
这地方还是比较肥的。啊，还不错。可以吧？嗯，还不错。但是你在走这个过道的时候要小心啊。嗯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啊！救救救救救救救！我被偷袭了，他妈的一枪没给他喷死，我尿尿去了。加油，金轮，他很残，快快打他！在哪儿啊？没道理的呀，我没有声音的呀。知道我来了吗？看一下这波高手之间的博弈。OK。nice。好狠，还鞭尸。偷袭我，而且是这个人，他肯定是亏屏的。你知道吗？我根本就没有声音的走过来的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，我听到脚步声了。我操！没有被禁，这个枪头不是很好耍，这个枪头不是很好耍，不是很好耍。老子看这一枪喷了他多少血，他妈的！这个枪头，哎，我先吃点东西啊，马上要那个了。我先吃点东西，吃点东西。吃把鸡呀，吃把鸡呀。哎，这先吃点东西，马上活动啊。能吃啊，能吃呀，没吃。来不及了，时间来不及了。哎，那我先吃东西，我看你打可以吗？我吃点东西。来呀。哎，真来不及了。这样好吧，这样好吧，你下去帮我收物资。哎，我好好好。还有点饿啊。10点钟去玩那个荒野乱斗呀！今天我小马啊，老马和那个团团，搞点吃的，等一下啊。那个游戏还可以，学友们，我今天去试了，就本来是那个商单嘛，但是我看了一下，那个画风是我比较喜欢的，好吧？那画风还挺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画风。但就有一点很不爽。就他每天只能磕两个68，就不给磕了。今天想磕金没磕成。哎，乔治。啊。你可以在我的账号磕呀。但你的账号也只能磕两个68，就是你的磕两个，然后给我的磕两个。那么有什么用呀？你就磕了4个了。你当我是憨批吗？你当我阿布路啊，胖妹。兄弟们，试试鱼妈照片走一波。哪个号牛逼吧？你只是 P 下图，给他 P 一个。给把 P 成50斤，兄弟们，
对，狮子照片 P 瘦五十斤，发下鱼吧，兄弟们，谢谢啊。嗯，斗图斗图斗图。老马，你觉得狮狮好看吗？哎，陈老师。跳哪？跳哪？跳哪？啊啊，这里啊，你觉得狮狮好看吗？问你一个问题。狮狮。啊。好不好看？好不好看？打分吗？对。满分多少？满分九分。满分九分。对。那我打8.5。哎呀！啊，还有0.5的进步空间，嗯。0.5的进步空间。对对对对。怎么了？啊啊，我觉得也就是差不多。差不多，8分到8.5。老马给你打了个8.5。哇。打了个8.5。比较高，那8.5已经可以称得上是尤物了。这样的吗？啊，算是吗？就9分满分的话，8.5算称得上吗？可能需要，如果0.5的话，可能扣在就是在化妆上要再学习一下，进步一下。OK， 对对好的。嗯。M 神。M 神。啊，有人啊，就就地作战啊，真的。行。哎，两一对。哦，98K，不行，我得用这个。我们对面落一个，城中落一个。OK， 对面那个我看到他了，翻出来了，再往城中，再往这边靠。好，我找件衣服。二位。他们人在哪儿呢？在我脸上有一个。在你脸上，还有一个在哪儿呢？要不要我过去啊？我获得伤。但我觉得我过去有点危险，我在房子里面帮你架枪吧。你要不要跟我先汇合一下呀？汇合一波，我们把那个车开了，怎么样？要倒要倒，要倒。但我不知道他们在哪，我出去怕危险。你那里没有人，在我这边。OK。你破的伤吗？我破的，我来找你了。他们在哪儿啊？我脸上。你脸上。我脸上这栋楼里。啊，楼顶我看到了。楼顶。楼顶是吧 ？OK。怎么说？我帮你架一波。就在我楼顶。就两个都在里面吗？有一个在。OK。好像看到了。看到了吗？好像也不是。他们不打呀。怎么说？发秃了，走了吗？行，可以。走，确定吗？这。确定。等一下，你等一下吧，太猛了吧！等一下。那你过来，你要帮我补枪。OK。跳下去一个。毛线啊！看楼里检查一下，这是不是有点莽夫？不要去了，应该去对面了。来，我们往这边搜，你来，我们一起搜。等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哎，你这样会被偷的呀。没有，那怎么办？那就蹲着不走吗？我来了。哎，有个老六，房间里面。OK。二楼。我回了。我在一楼下面，你可以到这里面来救我， okay. 堵他一手。好枪，好救。哎，怎么救不起来？哎呦！
他兄弟可能马上过来。这波枪法几分？很关键，非常非常重要。这一波几分？满分。满分可以。主要我用的是冲锋枪，你懂吧？我输了。来了。OK。来了。几分？哎、好杀，好杀。几分？八分。八分。可以。八分。Okay、你不卡位的话就是十分。你还打了我一枪，你应该心里有数吧？他打的。你打的。他打的。绝对是你打的。他打的。他已经，我已经看到二杀了，然后我受了伤。是吗？对。不重要，杀了就好，好吧 ？OK。没人了，我操！刚这个 V 法，老子他妈被吓惨了，吓真的吓惨了，把我。前面那个枪声是刚有个空投过去，记得吧？有个空投落下去了，那里打的枪。哎，有人，我们对街对面。OK。有个98 K 给了我一下。OK。要不要来？来个瞄具啊！我操！你在哪儿？我这里有三级方技能。来了来了来了！我得来个护甲呀，对。哪里有人？我们街对面，刚那枪是我们街对面开的。街对面。我再漏一下，看会不会开？不开了。我们街对面有一组。我去找个红点什么的。来人了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什么位置？好像是你。啊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好，应该是你的声音。啊，街对面的那个干掉吗？那个人的位置现在犹未可知。OK。然后你看有没有什么红点什么的，帮我带一个。OK。嗯。我要收个基础镜，我没有基础镜，太老了。二级头新的这里没有。OK， 不需要。有了有了，我得找个基础镜。嗯。哎。先三位凑合着用吧。我们可以去排水，就是把对面的人慢慢的摸掉。在哪里？就那可以啊。你跟我来。OK。我们从右边清过去，你来。右边。嗯。我们开车吧。清不清他？清。清他那就清，我们清他，然后我们把岩木城占了，在这里堵桥杀人，祈福快哉。OK。有天的基础军跟我说，我现在只有一个三倍横网。OK。有可能又是在房子临着当老逼的，我们就反一起走。他打一个，我们后面那个人就补枪，好吧 ？OK， 嗯，应该是在这一块。我走，还要前面，还要前面，我找个衣服被接了吗？一起吧。这里有步枪枪头，新二级甲里面，新二级甲。来来来，
怎么说？我的 V。先确定它的位置吧。啊，就在下面这一区域，来吧。确定不了，只能慢慢摸，把它摸出来。来，继续往前。应该就在前面吧。先晃一下，看它会不会露出脚步声什么。我们从边缘扩容用吗？步枪扩容不用不用不用。啊，我也神气了。他可能就在前面这三栋哦。我左边的南方也有可能。我们又分开了，老马。嗯。我们一起走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一起走，他打到我们一个，另外一个可以打，你知道吗？就算被阴影。也可以补枪，而且我们是有优势的。嗯，毒来了。那走吧，那我们就往圈里走吧，往圈里。OK。往圈里腿吧。哎，有车？开车吗？开车吧。那就走吧，那就走吧。嗯、感谢寻寻的飞机，谢谢。来来来来来。我来开吧。OK。OK， 走。哎，你一上车颜色就得变了。对。哎，有人打空投，怎么说？打干。太远了。抢啊？不抢吗？太远了，太远了。太远了。对、okay. 等会儿我们去一号表，这个房子感觉挺好的，这个圈等会儿要排水，应该是、okay. 等会儿应该是上面的决赛圈，现在56个人有点多，我们妈的要稳一点，我们去把一号表的房子打了好吗？ OK， 一号表这把打一号表房子全是近战，好吧？ 这把有迹象，有迹象，但是没有金，有基础金。我拉这个房子后面哦。哎哎哎！好，对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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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好 ，OK。先进房，先进房，先进房，先进房 ，OK。哎，丢雷。这里有个快破，你看能不能抽倒一个？能抽倒一个，我们就直接就拉了。他不跟我打了，那我去另外那间房子了。你不管他吗？就是这样子嘛，我们两个房子两。枪线多一点，不知道他几个人，找机会偷他什么的。这个人有点小怂，他不打，他好像溜了。嗯，你跑哪去了？我在你隔壁房子。这不把他干掉不？你不确定他几个人？要干他吗？要干他就走。哦，看到了，出来了。出来哪里？出来哪里？就在那个房子下面。下面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房子。左边右边。右边。右边又有人破窗。我们开车过去把他干掉。
啊，别吧，后山有人，后山有人打你，后山。他跑到左那个红房子了。红房子那两个，那就是红房子两个，我们一人一边。啊。后面后山还有人架，后山还有人架。你说他两个都跑到左边红房子了吗？一个一个。你确定他只有一个人吗？我只看到一个，可能这个人溜了。那怎么说？要不要坐他？要坐他我们就走。坐坐。那但是要从后山下去，等下我封个烟，别急。OK。哎，我看到一个人。原点。什么位置？原点。我们出脸上这个房子的话，走走走，跟我一起、okay. 来来来，走走走。来进。没人呀。可能已经丢了。啊，他，你确定他是在这个房子里的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溜了溜了溜了。溜了在哪在哪？呀，没有他妈基础进吗？我操！我们要不要把这个人守一下？啊，这个人已经死了。他队友应该……哎，我看到他的队友了。哪里？哎，谁丢谁跳窗了？哦，哎，被偷了。来，来我这，来我这。OK。你看那个人在哪儿打的你？不知道。啊？不知道。你不在跟他对枪吗？对的，不是那个，我是被偷袭的。OK。我们这里主要防守啊。OK。身上还有烟吗？没有。我没有高倍镜，我得出去舔个倍镜，等我。OK。我应该被三后的偷袭。帮我架一下 ，OK。啊，我知道人在哪了，没事了，在我们对面那个房子。对对。SKS。来，第一楼给你丢个快扩和八倍。OK。红点算了吧，红点不着急了。在对面那个房子只有一个人，我们两个可以把干了。好。我跟你说怎么打，我想想啊。OK。别急，我先看一看。别急。看丢进去没有？没丢进去。我感觉这个人枪法不行，可以冲。那就冲，那就直接冲，那直接冲。冲 ，OK。那冲。冲吗？你冲我架枪好吧？你冲我架枪。OK。你冲我架枪。死了死了。哦。啊！嗯？怎么说？没事没事。就这一个人吗？就一个人 ，OK。谁？想要要吗？想要我还挺多的。不用不用不用。好，看一下圈，我们还是圈中，还是圈中心。那我们还是我想想，这栋楼我可以拿，算了，我就拿前面那栋楼，你就守你那栋楼，我们一人一栋楼，好吧？有车，防守就行了。
我车来了，这车看能不能打。你可以到处找地方偷人头，金轮。OK， 就再守一下吧。我拿前面这个海景房试一个防御，反正我们打人了，第一时间支援。这把有迹象。可以就侦察人，有人的话就叫兄弟帮着一起打。有车来了，这边贴贴车。过点的，路过的。赶紧后山了，你可以瞄一瞄，看一看。看到了。看到没有，后山可以收宝，我给你标点。一号标240，再往坡下走，我到另外一个房间去卡他去了。我被树挡住了。感谢秦一墨的飞机。我被树挡住了。我一号标标点的位置，你看那个方向有人的，可能要下山。我被树全部挡住了，没视线。他们也是圈里，不太好挡。你又打死一个？啊，没有，没打死。下面正好有人。我标点的地方看，我开枪会自动有标的。哦。我标点的这个地方看到没有？这个地方有两个人，给我打倒一个，然后现在去救起来了。山下还有。OK。哎，看到一个石头后面。看到了吗？看到石头。下面正好。来，我这里需要救，我需要救。OK，OK。两个。啊，你来救，快来救。OK，OK。别打了，有人要突我房子了，有人要，OK，OK。要突我房子了。OK，OK，OK。你要赶紧，要赶紧，赶紧上来救，我二打。算了，你要一个二了。啊，就卡这里，就卡这里，就卡这里好了，一个二。不用着急，不用着急。你建议你拉出去了。
对面房子哦，右边这个有一个。这在毒里了嘛？这我得冲一下了。你后面有枪线可以打到你，就在这里吧，这里最好，就这里，不要再过去了，就这里吧。发现你了，已经发现你了。看能不能对对枪给他狙倒一个，然后抽上去给他弄了。可以试着跟他对一下，不要管右边的了。他们两个是防区的，你肯定要打脸上这两个人的。这把有迹象，兄弟们。刷足了。烟里是有人的，哎，很烦。你这个位置就没有灵性，知道吧？这个位置可以打你，然后右边烟的人可以打你。我觉得我应该冲到房子里面去的，我想冲到房子。房子你就贴到房子下面。对，知道吧？我就想冲过去，但是我怕我在冲过去的路上被打死。这波是战术的问题。战术的问题，战术。战术没好，不过已经很棒了。很棒，对。啊，很棒了，很棒了。啊，这怎么说？啊，活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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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活动了，活动，活动，活动了。